为了提升中介福利，彰化县中青幸福卡功能再升级，除了当坐公车，或者是各地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，四界拍拍照以外，官府更加在地诊所合作，则长辈摕到中青幸福卡，前往合作门诊看医生，地当都看医生的健保门诊，基本部分负担50元。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，要安怎让长辈会当健康快乐地迎接这道的生活，一直是公部门努力的目标。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世代福利，强化长青幸福卡的功能，特别甲在地诊所合作，按在月份开始，用这张卡前往合约诊所看病，就当扣掉看医生健保门诊基本部分负担50元。就是你这张卡的点数，会使变成咱的这个部分负担的一个抵用部分哦。啊，特别谢谢我们医师工会、我们的诊所协会，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工会，还有我们的牙医师工会，他们愿意共襄盛举。那目前我们的家数还会持续在增加，比例将看到拢无咱的这个卫生所哈。后续的话，我们会以诊所先行来开放，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也会征得各个医生他们的一个这个意愿，再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置哦。咱医生哦，拢是对在许多教育，对甚至在其他弱势团体的照顾都不遗余力。一中亚在这个制度实施以前，我都开始对民众一寡叫做。挂费有带，啊，不过部分负担歹势，因迄是政策健保的关系，我袂当有带部分负担。啊，拄啊好，管定加技术所长，大家的团队努力之下，把这个法规限制给打破。我们可以用这个长青信用卡来补助咱的部分负担，所以呢，这个照顾就较完善。县长王惠美强调，长青幸福卡自民国98年推出了后，真侪长辈反映，即当坐县内公车，平常时根本就用袂着，嘛因此催生县府嘛甲各地客运业者合作，增加外县铁路线。即届嘛爱心感谢医师工会、诊所协会等人的支持，共同提升长者的福利照顾。大专新闻叶芳如彰化采访报道。